这是乒乓球混双比赛颁奖的一幕，韩国队四位铜牌选手直接玩尬的引起了全场轰动。这是要干啥？我们看到了田智熙与张雨珍亲昵的瞬间，又看到了申玉斌与林仲勋亲昵的瞬间，四个人都笑了，甚至孙颖莎与王楚钦也忍不住笑了。网友纷纷吐槽，突然好可爱，还害羞。本次乒乓球比赛混双成绩单如下。